潮，就是很夏天的装扮。对，就是要出去玩了，对，清爽。嗯，很清爽。好，那你先介绍上衣。嗯，这件是那个照片 T。好，它是照片 T 的部分，然后它是棉质的，对不对？对，它是也是棉质，也是穿起来很舒服的那一种。嗯，对，就是孕妇都很怕热，所以其实这种棉质穿起来是最舒服的。那你穿起来的感觉会闷热吗？不会，不会。那好不好活动？很好活动，而且它侧边这边还有做那个开叉的设计。对对对，所以就是不会觉得会去压迫到肚子。好。那还有空间吗？肚子还有空间吗？哦，其实这个要穿到身也没有问题。OK， 穿到身也是很 OK 的，没有问题。好，那它有什么颜色呢？它有我身上这个白色的，嗯，然后还有这个有点绿色，绿色，我们家绿色。对，你可以帮我们比在身上看看吗？淡淡的草绿色。照片是印上去的哦，好不好？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是可以这样子戴的，就是戴像这种白色的棉 T，我觉得就很 OK。然后其实它也可以搭我刚刚配的那一件纱裙，就不一样的感觉。对，如果你搭纱裙的话，就又会有不一样的那个，就是更女人一点的感觉去了。对对对，特别我觉得很棒，就是它这个虽然是印上去，可是它是不会皱的那一种。对，然后也不会粘，就是不会你这样抓了之后有没有整个就是粘在一起了。对，因为像这种印上去的这种图案就是很怕就是把它抓皱之后呢它就全部粘在一起，可是它这个不会。不会，对不对？好，对。诶，你看马上就有妈咪在问了，文馨照片 T 会粘吗？我们已经试给你看了，不会粘，有没有立刻想到了你的心声。